都没修啊。开局躲猫猫，可以的，全都不修电机。他死哪了？只要找到你的就好说了。这个我就是醉了，我他妈等半天还打到他的鸟。这波就亏了呀。还有球。Yeah.
差点就疯了，哎，奇怪的，为啥今天拍这么快？不拍照了，每次开局拍照就出问题，不拍，找到人我再拍，有人修电机我再拍，否则我不会拍的。
我以为他要阴我一下，行吧，还中。 鸟啊！
早点带通缉不就好了吗？切记就快一点，就没那么多事。发现了新大陆呀，这是。要是我一直带，最近带几套老是打不好，这些人全都罢工了，哎，都出去玩了。东西我也是醉了，叉鸡召唤了那个棺材，这谁啊？行吧，拜拜。鸟了，这鸟给的还挺及时的。我操，这令人窒息的修复速度！知道他要撞我，我一级巨人。把他挂了，把他棺材弄出来。
二挂的。这是什么操作啊？这么冷血的吗？好冷血啊，头都不回的跑了。这是好事啊，只不过找不找得到人就是另一回事。找到了。哎，雷达亮了。是应该被摸了。甚至还有只鸟。不知道先知能不能，应该不能。李哥，
现在这拍比，他的拍手皮得很。他又不敢修自己的金像，两个人在修电机，哇，控场的感觉好爽啊！通缉，哎，好东西。着急，先挂人。我这边挂人要紧啊。两个人都是一挂死。把他挂死！你在鸟呢？他鸟交了吗？没交鸟，他在玩蛇。跳去叫了，可以的。买得下了，先吃，要不然这么怂了。滚！干嘛？哇！跳过来吓我一跳。哇，他好皮耶！还有鸟，佣兵应该赶过来了吧？挂到死吗？二挂了，你没干嘛呢？
你想送分早说吗？这不是给机会吗？这么爽的吗？我不知道先知的鸟去干嘛去了。哎！谁救我？什么鬼？虚拟刀还不行呢？他想吸掉。那包真吃多了。我救到先知，哎呀，先知都没救成。急救啊！别啊！完了，忘记了。我应该吐他一口，然后再出刀的。别打到墙，别！魔术师，我就。他差点去接了，他要接了就好笑了。他满了，
有医生我干嘛不吹啊？跳就死。这一波亏了，他们人类崩了。哦，没了。哎，变了一下尸体。蛇屁也没用啊，现在金山还，如果你不拉开距离，我就会吹一下。表交给自己还行。来开心农场，现在玩的开心农场。小子又来上分了，